还没结婚之前，其实我们都不大结婚，那我就随便讲了，哎，你二九了，他就傻眼了，被抓到了，猜到了，对我。我心虚了，他就心虚了。好，那时候是随便说说。随便讲，我本来想说你二九，想说哎哪有就讲中。什么？你已经超过29了？超过了。哇塞，翻回来了哈，现在我们九平了哈。OK OK， 哎，那我们来先看看那个，先看谁？先看叶丽婷。叶丽婷今年几岁？姐，我发现他。不要把包哦。他停滞的，我要表情说，哇，真看不出来。谢谢。33岁了。对啊。哎呦，算顺利吧。算全部算顺利。你是有夸奖到我吗？顺利顺利，就是 OK 啊。老公，33啊。龙年是。他看起来像43的。没有了，他看起来他们41了。哎呀。他看起来真的比你年纪。对，可是我当初跟他交往，知道他跟我同年次，相不相信？我说好小，身份证拿出来。好，现在很少会讲那一句。就渣混的时候，七十年才说的。他看起来真的比你大，但是差大五岁。不过好像是在演艺圈的男女看起来都会比较年轻，可能是心情跟爱打扮的。对，他们也在为自己铺路。张根平今年多少？哎呦，今年26。看这要保养，我一直都有，很开心啊。很容易惹到生气耶。上次过47生日。46，我们没有再过虚岁。哇，你看不出来，虚岁哦，46哦，是哦，快半百了，你知道吗？哈哈哈哈哈！